水长长，流不尽涓涓四百年漫长。敞开你的胸膛，对天一声喊，喊出的是对天对地对家国对他对你对自己的坚强。好男儿，好男儿，好山好水好酒来养育真英雄，彭副官，恐怕在你心里比我更清楚吧。堂主的话言之有理啊，要想抓人还要有直接的证据。请师座放心，我会找到证据的。这个世界上可以挽回的东西有很多，不过不可挽回的东西更多，所以呢，放弃一个爱你的人很容易，但是要放弃一个你爱的人才是痛苦的。过去我是喜欢珊瑚，把成如当成哥哥一样，珊瑚走了，成如又待我这么好，三年来我渐渐地喜欢上了成如。芷兰姐，你书读得比我多，道理懂得也比我多，你说说看我这么做是不是很不对啊？芷兰姐，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什么了？不不不，没有没有，你一点错都没有，只是芷兰姐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说话吞吞吐吐的，一点都不像你。馅儿，万一珊瑚他要是……珊瑚，钟司令，三十二师刚刚调整了军队的部署，把主要力量都用在对我红军游击区的封锁上。新增加了大大小小二十几处关卡，意在切断红军游击队和黑旗会的联系。这就是沈芷兰通匪的铁证。何七，有，你马上带特务连赶去增援，只要沈芷兰一出大门就给我下手抓人。是，如果他拒捕就地正法。是。彭副官，你等着瞧吧。哎呦，芷兰在吗？你成如，哎，成如啊，先生，这么早就来了？芷兰在吗？陪着馅儿呢。是吗？
没事。哎哎，新郎官，今天你可不能进新娘子啊，这是规矩。哎、我有事。哎，这馅儿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不应该说，不过我又不得不说。芷兰姐，怎么了？你说呀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说呀，告诉我吧。好吧，馅儿，其实珊瑚他……馅儿，成如哥，芷兰，韩彩凤死了，他是共产党。谢谢你，要快。彭成儒望着沉浸在喜悦之中的夏儿，心里像十五只水桶井里打水，七上八下，一方面为芷兰的安危担忧，另一方面他真想把见到珊瑚的事告诉夏儿，因为再没有机会了。夏儿，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。别说了，成如哥，刚才你和芷兰姐说的什么事我没必要知道，反正我晓得你做的事都是对的。不是这件事。哎呦，其实这件事在我心底已经……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快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夏儿，你听我说，是不能和新娘子见面的。其实珊瑚他没有……快出去。珊瑚怎么瞎了眼了！哎呀，彭副官，把枪放下，放下！是彭副官呀，这还没到接亲的时间，新郎官怎么提前来了？你们这是？我们是奉上峰的命令，为防止共党逃跑，这里只准进不准出。哦，怎么难道连我也？啊，您当然可以了，您请。散了，散了，散了。对不起，阿爹。原来我一直担心的，竟然是真的。阿爹，我知道，我不该一直瞒着你。等我以后有机会，一定向你解释。芷兰，给你。阿爹，爹爹不想责怪你，只是想告诉你一句话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后悔？凭我沈佳琪这三个字，张少勋一定会买我的面子，可以保你平安无事。这把梳子是娘生前留下的东西，你也用它为我梳了那么多年的头。我要是带走的话，你会不习惯的，还是留在家里，等我回来，阿爹再帮我梳头。哎，看来啊，我不光管不了他们三兄弟，现在就连自己的女儿也管不了了。
对不起。站住！亏你还是干这个的，现在你以为你还走得了吗？此时回去的路上，彭成儒已是心乱如麻。去沈家的时候，他只想证实芷兰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，如今证实了，他反而乱了方寸。于情于理，他该救芷兰，可天理人情大得过国法吗？出来吧，三口子，我知道是你。二骡子副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大的胆子，就不怕人家抓你？那你现在就抓了我，去领赏啊！跟我走。先生，我看一时半会儿，他们也不敢闯进来抓人。哎呀，这老躲在家里，也不是长久之计呀。干脆我直接出去，随他们处置好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不要着急呀，这不行啊。等等，先生，我看还是想个办法，尽快把小姐送到安全的地方。以不变应万变。先静观其事态，等待转机的出现。其事照常举办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明天一早准备接亲。是。我说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敢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镇上？哼，那怕什么，谁让你是我二哥呀。他们还敢对你彭大副官的兄弟下毒手啊？我一个少校副官，自己有几斤几两还不知道，别拿我开涮。行啊，二骡子，现如今混得不错。这个是何必来暂时借给我住的。哟，厉害啊，连何家都开始巴结你了。行了行了，别给我耍嘴皮子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这次找你，也没什么大事儿。我也就是来喝你一杯喜酒的。当然了，沈先生下的帖子，我三狗子是必须得来道喜的。我这次来，还为了办一件事儿。这件事如果想办好，必须得有你的帮助才行。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会尽力。说吧。你看啊，俗话说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当涌泉以报。你二骡子读的书多，这个道理比我三狗子更明白，对吧？哎，你倒说话呀！我堂堂国军军官，帮助共党分子逃跑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说的没错，他沈芷兰是共产党，但他更是先生的爱女，还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好妹妹。芷兰现在身处险境，你二骡子不惦念我们的兄弟之情没关系，可你总得报答先生的养育之恩吧。啊，哎，你要是这么无情无义，袖手旁观，你我枉为兄弟一场。我武山虎从来不求人，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，就当我瞎了眼。于情于理，我应该救芷兰，可这天理人情大得过国法吗？哼，我武山虎要是像你一样见死不救、忘恩负义，岂不是被天下人笑话？你上哪儿去？老子拼脱这条命，我去救芷兰。你这是去送死！老子死也得拉起个垫背的。
你爹被芷兰教头救出来吗？至少我对得起沈先生。 救还不救，给具痛快话。兴急吃不得热死吧，要救人，就得事先谋划好。忘了我们兄弟以前是怎么配合的。二少爷，沈家大院已经被我们严密封锁。 连一只猫也休想溜出去。告诉弟兄们，都给我盯紧了，共党可比猫狡猾多了。是二少爷。我就不信他一辈子不出来。明天馅出价，沈芷兰很有可能趁此机会逃走。明天的整个接近过程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所有的环节我都上了双保险。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，只要他一出门，便可下手抓人。是，。如果拒捕，格杀勿论。撤，走。 娘的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，城门早就关了，喊什么喊？老子是黑旗会的石大头，快开门！万武山的刀锋二爷，快给老子开门！师座有令，有请刀锋二爷。刀锋二爷，师座有请。今天张某人略被薄酒。 欢迎刀锋二爷，咱们云飞老弟的到来啊！来，为了大家的相聚，咱们把这杯酒啊一块给干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云飞老弟，来，我单独再敬你一杯。嗯，请。 我大头今日下山，为小妹完婚。惊扰了张将军。老弟啊，明天是令妹和程如成亲之日，我少不了要前去讨一杯喜酒喝的。来，老弟啊，自从第一次在码头上看到你们三人的身手，我就料定，日后你们一定是了不起的角色呀。哪里哪里，我们三兄弟只不过是草野莽汉，无从挂齿。云飞老弟，咱们可以算是一见如故啊。我就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知道，你曾经当着你父亲的面。 对着彭公刀，诅咒发誓，今生绝不为匪。我相信，如果不是因为确实无路可走，你绝对不会上万虎山的。当然了，这些年来，你带领黑旗会的弟兄们，劫富济贫，深得人心。所以，我虽然身兼剿匪重任。 却从来没有把黑旗会的弟兄们当成真正的匪。张将军真是夸奖了。不过这次大头下山，还是感受到了张将军的诚意。好，正因为是这样，所以我一直考虑把黑旗会的好汉们收编为国军。当然了，由于我们一直积怨太深，互相呢很难取得信任。 这次多亏了程如从中牵线。
才让我有机会把我这份诚意转达给你。我也希望老弟回到山上之后，把我这份诚意转达给龙大刀把子，还有黑旗会的其他弟兄。总之一句话，我张少勋绝对不会对不起大家。这事关系重大，我大头也做不了这个主啊。不过，我一定会把张将军的诚意带到。好，老弟啊，俗话说得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想你们这样东躲西藏的日子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听说你跟何家小姐素贞一直感情很好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当了国君，这一切不就顺其自然了吗？诸位，我张某人最敬重的就是英雄好汉。咱们云飞兄弟，那绝对是响当当的一条好汉。咱们一块儿再敬云飞老弟一杯，请。来来来，慢点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小心台阶啊！来来来，哎，老太爷慢点。盗匪怎么成了张师长的座上客了？啊！何启，小的，阿公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张师长已经跟我交了底，黑旗会一时半会儿也变不了天。眼下的大事是如何对付红军，轻重缓急只能一样样办。等灭了共党，该收拾的自然一个也不会放过。我不管那么多了，我要给毕城报仇。阿公，我要报仇，使不得和刀匪逃走。使不得，我要是我他与我们何家不共戴天。李兰，阿公，把你阿公扶过去休息。要碎尸万段。我们回去吧。我要报仇。回去吧，阿公。我们跟你阿公不共戴天，是吧？阿公，我和何家使不得呀。不共戴天，我要杀了你。不共戴天。走吧。我为我毕城报仇，我要给毕城报仇，我要杀了他。老爷，我给毕城报仇，我要给毕城报仇，我要杀了他。来，敢，敢，我要给毕城报仇。呀子嘿，共叙友情，花呀花前程，我呀嘛过回土里头呀子嘿，花花轿子来呀来举起，一张房坐烂大门呀呀子嘿，男女过情敲呀敲水喊，老丈人呀擦一把脸呐、啊，富贵百年荣华千年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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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呀嘛有万年。呀呀哈子嘿，老丈人呀擦一把脸呐、啊，富贵百年荣华千年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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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呀嘛有万年。呀呀哈子嘿，大舅爷呀擦一把手呀，男儿女儿男儿女儿，年呀嘛年年有。呀呀哈子嘿，大舅爷呀擦一把手呀，男儿女儿男儿女儿，年呀嘛年年有。
娘子了。回家看你自家妹子去。起驾喽！二少爷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人把所有的迎亲的木柜和箱子都勘验过了。没见藏人。沈芷兰，我叫你插翅难逃，都给我盯紧点。弟兄们跟我走。人家是张师长亲自请来的，你还能把他乱咬一口？你晓得个屁。不用调虎离山之计，他石大头会往你不好的口袋里面钻吗？他石大头蠢里蠢气的，被人卖了还帮着别人数钱呢。可怜咱们何家那位素贞小姐喽，还痴痴的等着他去救他呢。先生，回去吧。总有一天是要离开家的呀。是啊，女儿大了要走自己的路。哎，大头呢？啊，刚才还在这儿。哎，你们去找找大头。哎，好嘞。好。哎，啊，你们快去啊。哎，老爷没找着。没有啊。天叔，没有。好，先生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哎呦，老爷，先生，您的腰疼病又犯了吧？被发师落下的毛病难除根啊。您慢点啊。您可千万要小心呐。你们要提高警惕，牢牢盯紧，绝不能让沈芷兰跑了。知道了。谁？是我，大头哥。素贞，我是来接你的。不，大头哥，能够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素贞，我一定要带你走。不行啊，大头哥。素贞，我阿公早就撂下话来，要砍你的脑袋。素贞，为我阿爹阿哥报仇。这里四周都有枪兵埋伏，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救不了我的，你赶紧走吧。素贞，你为我受了这么多苦，我不接你走，那我还是男人汉子吗？大头哥，你的心意我领了。素贞生来命苦，我来到何家就是要替他们偿还前世所欠下的罪孽的。素贞，大头哥，你快些走吧，我求你了。素贞，
你一定要跟我走。大头哥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走。你等着，我石大头一定会回来接你的。别走，贵叔。石大头，贵叔，你别开枪啊！石大头啊，你果然是本性难改啊！啊，夜抢民女，胆大妄为。来人呐！啊啊啊啊啊！啊，素贞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。啊，哦，来人呐！来人抓石大头啊！告诉弟兄们，打起精神，各自盯紧自己的目标。嗯，放心吧，千万不要走眼，都给我盯紧点。下马！啊，走！珊瑚，你怎么来了？钟司令让我来接你。程如告诉我，到时候会有人来接应我，我还不相信呢。你们毕竟是兄弟嘛。二骡子可不是冲我，他是看沈先生的面子。少爷，你这么着急干嘛呀？赶着去投胎去呀你！哎，二少爷，里面的姑娘可喜欢你了。哎，
为换了件衣裳，我就不认识你了？怎么是你？哟，我还以为万虎山来打劫了呢。哎，驱鬼辟邪，抹些锅黑灰，期待新人来年不受巫鬼的侵蚀。这习俗好是好，就是太麻烦，洗半天也洗不掉。还疼吗？老汉。啊？这是到哪儿了？哦，前面就是七风渡了，在那儿还得接个重要人物。谁呀？姓邱的特委书记。邱峰老师。啊，老韩。那天万虎山分别后，邱书记现在安全吗？啊，自从那天万虎山分别后，就把他们安排在当地的交通站了。给。
嫂子，师座，为什么要换掉军装啊？嗯，我今天去吃喜酒，还是穿长衫方便些吗？我觉得您还是穿军装威风。我今天又不是去摆威风。 报告，进来。师座，有事吗？去吧。是。师座，嗯，是关于彭副官的事情。彭成儒，嗯，怎么了？ 多谢多谢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恭喜啊！谢谢。啊，张老板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恭喜恭喜！彭长官。哎，谢谢谢谢，多谢多谢，请。哎，多谢多谢，恭喜恭喜，多谢二位啊！恭喜，有劳了。恭喜，多谢多谢，恭喜恭喜，恭喜彭长官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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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，请请请。哎，多谢多谢，里边请。恭喜啊！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 师座，要不要对彭成儒进行秘密监视？好了，这个事儿我来处理吧。师座，以我之见，如果共党想要从水路逃走的话，那么下一站七凤渡是他们的必经之地。西凤渡，真是个鬼地方啊！这一带属北延冲莫寨主的管辖。 昨天，据他们民团报告，在渡口附近发现两个说外地口音的人，姓邱的共党特委书记。在这个冬日的清晨，又听见一阵阵烈马嘶。 守寒风中踏上这。